想起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演艺圈的现象，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你演戏演到了主角的话，应该走在路上路人都会认出你来。可是实际上戏剧跟节目很不一样，就是看戏的人是属于某一个族群，比方说看讲闽南语剧的跟看偶像剧的跟看韩剧看日剧的都是不太一样的族群，所以你可能在那个族群里面非常被认识，可是在那个族群以外呢，你就要接受没有人认得你或者叫得出你的名字的这个境遇哦。那或者是那部戏演完之后大家就渐渐淡忘你了，对，或者只会叫出你在剧中的名字，叫不出你本人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要测试我们自己，就是我们邀请了几位是长期在不同的剧种当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演员来康熙，然后S 跟我都不是戏剧的主要观众，所以我们不认得，请对方不要觉得被冒犯吧。因为你是爱看美剧的人吗？我是，对，我比较看美剧跟英国的，所以我实在很不爽。帅个屁啊！我没有传，我没有传，你问我就回答，干嘛准备好这一张骂我？我最近介绍给你看的美剧，你不是很喜欢吗？好好看哦。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并要请这些演员原谅我们，我们可能对他们非常的不熟哦。那我们邀请几位跟我们一起接受测试的是演艺圈的前辈们啊，一位是导演，两位是偶像跟演员，欢迎欢迎。现在是导演了，所以都要戴墨镜吗？没有了，没有了。你是觉得戴了墨镜感觉比较有导演的架势，是不是？其实也不是，就是我昨天新买的，我想戴一下。戴就算不让你戴，你也可以架在额头上面。好，三位当中 ，Junior 最近在戏剧圈是重量级的人物了，演了一部很棒的戏。以后教杨石你，应该算是现在戏剧圈的人认同你的表现了。是，就是比较会有人看到这样。就这戏有名到。我们就算没有机会看，可是会不断有人跟我们讲，就质感非常好。你有没有在想明年金钟奖你会获奖？我其实没有想这个事情，我只有想说接下来继续有戏拍就很开心。通常只要康熙问到这件事，后来明年都会表现得很糟糕。啊，你不要问我，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你的陈词。这边对我们问说你要导演奖还是你要让演员得奖，他说要让演员得奖，所以后来导演就真的没有得。对，你还是不要问好。可是演完这部戏之后，真的戏约不断吗？就对啊，就开始然后都是好剧本。都是还不错的剧本。包伟明先生看戏吗？看台湾剧？我也演啊。是，你也演？我演偶像剧啊。所以理论上今天有一些人要跟你有交集才对。对，应该正常自己要这样。好，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七位演员，他们背对着我们，那旁边有他们的名字已经排在牌子上了，所以我先请教三位，这上面的七个名字，Junior 叫认得几个名字？有一个啦，有一个是我，其他是听过，可是如果你叫我把名字搭起来会不太知道。所以认得，真正认得的是一个。对对，真正就是从名字到，就是把名字跟脸对得起来。对对，然后很熟的话好知道。明金城呢？两个啦，有两个是你确定，因为和两个合作过啊。哦，有合作过，那我也不一定是。比如我常举这例子，就可能一个制作人他不见得一年做一档戏，可是一个导演可能一年要拍三四档戏。是，所以他所以你现在一年要拍三四档戏哦。我刚才这样讲吗？有啊。哦，对，对啊。所以你是不是就是属于那种导演，就是如果现场站的是新人，你就是说，哎哎，你等下去那个位置前面，一直用 A 来形容他。不会，不会，我甚至对临时演员我都不会这样，所以你会叫演员的名字？对，我会直接叫名字，我甚至连工作人员都会直接叫名字。包伟明先生呢？这七个名字你对得上脸的？其实严格讲，有两位合作过，所以应该对得上。应该是对得上，只是有一位名字我有点 confuse。OK， 那没关系，等一下连转关你再试试看好。好，当中还有人说曾经来过康熙不止一次啊，结果你有印象吗？要看脸才知道。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七个背对我们的人，觉得谁从背影最没有办法想象，她竟然是明星。中间穿黑夹克那个女生。是哦。她比较像可能是长辈一点，或者像班的人。好，三位经纪人。三位女生当中有一位穿着黑色外套，这位哈，麻烦你转过来好吗？不是长辈啊，这小朋友哎，很漂亮。你这衣服是跟哪里借的？家里的。家里，你们家有一个共用的衣柜吗？就没有，这是我的衣柜。你精心去挑选的吗？
就是想说好像要穿正式一点的时候，就搭了一个比较正式的外套。你要不要把外套拿掉看看？里面可以露吗？里面就是洋装这样。我觉得好，对啊，好多了，外套是不是好一点？对啊，好多了。因为你的头发是随性的，然后你又加那个外套，就变得太重了。你介意不要外套吗？不介意。对，这样子其实比较这样很符合，这样跟头发才配啊。这样这样，你再转过去，我再看一下背影好不好？这样还会像长辈吗？偶会演偶像剧里面的姐姐或妈妈。背面，背面，背面，正面是背。脱掉外套就会麻烦你的年轻的长辈。拍过不止一出戏吗？对。是主角吗？正式来说，主角应该就是一出。一部。跟你合拍戏最大咖的男演员是谁？包大哥。你演他爷爷吗？我演他老板，演他哥，这算是哥字辈的欧巴，演他欧巴。所以除了你之外，可以再透露一个该剧中真正的男主角汪东城。汪东城哦，那真的。所以你是跟汪东城谈恋爱吧？对。你如果走到高中那附近的话，应该会被认出来吧？嗯，高中、国小那些，国中，如果偏中学，财政部的话，经济部。您导演跟他合作过吗？没有哎，没有。所以你认为他是这七个名字当中的谁？因为女生我有两个合作过啊，所以他应该是陈雨希。他应该是陈雨希吗？对，是你是陈雨希，是我是。所以明导演，你会想要找他拍戏吗？哎，会哎，他的背影真的跟正面差蛮多的。你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什么特质是你觉得很适合演什么角色的吗？他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像在笑。有，那其实我们第一眼他眼睛有笑意，对，就是眼睛有笑意这样子，然后嘴角上扬。那其实我们第一个最喜欢看到的样子，跟观众讨喜的感觉是这种样子。是真的吗？真的，这是选演员最重要的事哦。就是不笑也有笑的感觉，是不是？对，就是观众。那如果笑了也没有在笑的样子呢？就是怕他哭起来也像在笑，就麻烦了。他的肤色也曲折，是不是？他皮肤很好，很白。可是你猜出他几岁吗？正面应该是25。你就忘了背面吧。不会超过25岁。25，我以为他20呢。今年刚满26。你请问你担任演员多久了？去年一年。所以不认得是不认得很正常啊。所以你的戏有红吗？美男那个时候，然后因为现在演哪一出戏？原来是美男，就是包大哥那出吗？是的，那很红吗？很红啊！就是不好意思，那个戏红的是韩国的原剧吧？原剧，那它有韩版的，原正版，然后日版的，我们是台版。哦，那台版，但是我们是在日本也有在播放，而且最近之前才播，还蛮受欢迎。因为这是我婆婆最爱的韩剧，哎，真的假的？原来是美男。对，你婆婆最爱原来是美男？她以前很爱张根硕，哎，那部戏是大制作，哎，就是好像婆婆的人生算是绕了一大圈。一年没有被认出来没什么，我好多年还在被认出来。对，出道几年？我到现在从发片来说，今年是第11年。11年？11也还好。对，您以前出道的时候是演员吧？没错。然后十几岁的时候，你现在会被叫对名字吗？不容易叫错名字，只是常常那个字搞错，因为我的陈其实没有土字旁。哦。是哎，对，哎呀，没关系啊，因为大家都常写错，算了。你的就我跟金城武还是有点差别，对对对，还是有点差别。我一直误以为是有土字旁的，我们也以为，我有一度也自己认为我的陈有土字旁，因为我不管大家都写，像比如说。像我这场戏，在这场戏那个也是一样，那个就打电话来说，抱歉抱歉，就是我们的那个出版的书啊跟海报啊，名字全部写错，写成有土字旁的。这个海报也错了吗？这个海报是错的啊。哇，连海报也错，那就不用怪我们了，你自己海报都错。那你就用这个陈好了。对啊，要不要专门开一集你来证明啊？其实我那个陈这样子，我觉得你就用土字旁的陈，土字旁蛮好的，蛮适合的。这是你们的哪有这样就把那名字改了？这是你们新戏是不是？
对对，那个勇敢说出我爱你。所以是讲暗恋的事吗？我切入一个主题哈，就很少有男，谢谢，很少有男女主角，就是说，就是剧中的男主女主角是到了，比如说这个剧如果有这一集，这个戏如果有15集的话，他们到了第12集才开始谈恋爱。啊，这样是好事吗？这样是好事啊，因为其实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一个火花都是。所以我们才要看戏呀，啊，因为戏剧完全，我们就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戏比较特，偶像剧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不再是那种，它不再是那种真的完全就是虚无缥缈的浪漫，它是一种某一程度蛮写实的一种。所以总共15集，它其实有16集，然后到12集才谈恋爱。对，差不多。所以后面4集会就是进行很激烈吗？这个要大家看了就才知道，大家就从12集看，我觉得蛮激烈的。对，等1到11集总是还是有人要点播的，当然还是有别的生活的感觉。希望你的戏成功。好，谢谢。罗明诚流利台语，杠上小 S 破台语，你可以用台语对小 S， 就用你剧中的身份讲说，你以为你长这个样子就很了不起吗？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你俩真公，你到底有了不起啊？根本就无啥，你想要是这么打出来？不，你下面会被揍。我今天就是穷鬼。你根本就是最尾巴的吗？我根本就是最美。四位背对的男生，哪一个背影最不像艺人？我觉得右边数过来第二个，像有在健身的路人。OK， 好，这位短袖白衬衫的男生，请你转过来好吗？谢谢，康哥。转，转换镜头。转过来也还是有来过吗？有来过吗？有吗？没有吧？没有，没有。我认为没有。没来过。可是我是说，你是转过来，你跟背面差不多。是不是？对，我这样的意思，就是他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对，对。你是艺人。对。你有演过男主角吗？有一部是 Junior， 是你认识他吗？我有见过。所以名字对得上吗？名字可能有点难对上，但是我猜一个吧。啊，好难，这么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前辈们。啰嗦，快哦，好，唯一，因为他长相唯一，对，不知道，我觉得他长得很像姓楼的人哎。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古装的样子，长得像姓楼的，对，长得很姓楼，可是他不可能叫楼廷琛，对啦，他会不会是许腾芳？应该就叫娄艺，他一点都不许腾芳，就叫娄艺，一点都不许腾芳。许腾芳应该是窄一点的人，还是李香寿？他可不可以是王凯？不行，不需要，撑不起来，撑不起来。请问你是娄艺吗？我是。哇，请问你有姓吗？有，我是林。林是我的本名。林娄艺，我就只用名字。然后是谁的意思？把林去掉。那个时候我进演艺圈，那时候的总监，因为我是佑胜的师弟，所以我们家常常是把名字姓去掉，那就留名字。娄艺。所以你就是那位主持外景节目的主持人？对，我之前是冒险王，然后到去年才开始转戏剧。你看过他主持的冒险王吗？印象有印象啊。我觉得他有一个封号很过分呢。什么封号？他们制作单位的人封他是主持外景节目最笨的主持人。真的，他没有这样讲，这不是封的吧？这应该是被骂的吧？好伤哦。因为那个是因为刚开始主持的时候，就真的超领呆啊，然后讲话都听不清楚，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有一次，导演在我第一个外景回来之后，他就说：“那你进来看一下拍摄带，看看你自己表现怎样，改进一下。”然后那一幕是我在辽国的河里面帮大象洗澡，然后我们在河岸上拍摄。那我看的时候一开始觉得说，哎，帮大象洗澡还蛮帅的啊。就下一秒那个就摄影师的声音就说，你哪来找这么笨的主持人？对，然后是你洗手脚笨，还是说你讲的话笨？觉得那个时候都有哎。现在有好一点吗？应该有一点点。不是，我想了解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多久前？4年前。那你会被叫出名字的地区是在高雄。
大家其实对我印象还是主要是在主持这个地方，冒险王跟爱玩客。OK， 所以然后又很常去高雄拍外景，所以到那边大家比较容易认出来。所以陈雨昕，你点头是你认识他？我看过他主持的节目。可是你知道他演的是什么戏吗？那你看他主持冒险王的时候，你有觉得他笨吗？不会啊，很阳光啊。那口条好不好？还 OK 啊。真的吗？对啊，就是很。就是会感觉这人很真情。你说不出他演的戏的戏名，是你们演员不太看，没有空看别的戏。没有，可能正好没有看到，错过了。嗯，所以跟你搭戏的女主角是，那部戏是个新都不知道人，讲哪一部？对，但是女主角也是新人。对，我们可能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觉得有一点难。那个戏有播吗？有，但它是一个宣导片，就是法律剧。是哪算戏呀？他是吗？是啦。好，那另外一部就是，前面戏份还算多，就是我跟佑胜和房思玉合作的《有爱一家人》。请问法律戏是在哪一个时段播？就是蓝色蜘蛛网啊，类似那种，类似那个时间，但是在礼拜天的中午。哦，就是要选档。哦，跟沈正信相同的时段。类似举光原地的那一种。对。刚刚 S 说有一个叫许腾芳的要很窄，对不对？嗯。所以从背影看最窄的是谁？看起来红夹克那位很窄。OK。可是因为红夹克也不像许腾芳。哇。我觉得穿那个牛仔背心的可能是许腾芳。牛仔背心那位，请你转过来好吗？哦，这个很像明星啊。对。是啊，很有偶像的。请问你是许腾芳吗？不是。你不是？不是许腾芳。你是？我是，可以就讲名字吗？你就讲吧。李宗霖。哦，也适合。看起来就是宗霖，宗霖的。对。什么意思？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就很搭那个名字。你演过戏了？演过。应该蛮多出吧？其实认真讲起来，是一部偶像剧。然后其他是比较小的作品，微电影那些。你来过康熙吗？没有来过。那一出比较大的偶像剧是跟谁搭档？主角是曾国城，陈哥。是圣先师。是圣先师。哦，对。可是，在里面就是演学生群中的一位。对，是。那路人叫你是叫你的本名还是戏中的名字？比较就是戏播的时候，他是叫戏里面的名字，但是最近的比较常叫本名。原来出生的。就是演艺圈的身份是哪一种？是演员吗？其实一开始是选秀节目出来的，你是选秀的，但是之后马上就接戏了。哦，所以你是想唱歌吗？对，算是唱歌。你唱歌好听吗？等一下会表演歌，不一定有机会。真的，这非常实在。还是说你现在先唱一句，让我听听看你厉不厉害？一起出发，一起收集明天的勇气。你眼中没有生命，怎么办？这好听啊，这可是就是舒服型的声音，很校园，对，很校园风。S 刚刚说楼应该有一个特殊的气质，现在有两个女生还没转过来，哪一个是楼？我觉得右边很像女主角，所以左边那位怎么了吗？这是女配角啊。蓝底白点点那个是女配角，因为女主角通常不会穿那么花俏的衣服。蓝底白点点那位，请你转过来好吗？因为你演过主角吗？有。所以被讲配角会很不高兴。不怕，因为我也有演过配角。是。你演主角的几率比较高，还是配角？在这几部戏算起来，应该是算主角。包伟明，他是不是姓楼的那位？我不知道哎，我觉得他应该是。你要猜一个吗？猜一个吗？就剩两个吧。哎，搞不好。我觉得他脸上就写了楼字啊。他是楼廷臣，我觉得他应该是楼廷臣。请问你是楼廷臣吗？对。OK。所以是艺名。是本名。演的戏是在哪一区比较容易被叫出来？应该是菜市场或者是夜市。哦，所以饰演九点档那种吗？八点档是本土剧。演了多久了？本土剧的话算是三年。你已经在那个戏里演了三年了吗？就已经演过三档八点档，然后每天都出现在电视上。也没有每天，因为
我们就是算，比如说比较写到你这条线的时候，你的戏就会比较多。你的剧名用台语讲叫做“两杯两杯红布”。哦，古装哦，古装代剧啦。哦，有时代背景的戏，对，龙飞凤。龙飞凤，不会是哦？不会什么后母吓我一跳？红布，欧耶，红布。所以另外两部是什么？也是《风水世家》跟《父与子》。你有演《风水世家》？那是我公公最爱的戏耶。所以你婆婆喜欢看《原来是美男》，然后公公看《风水世家》，对，他们是分开看，对啊，所以公公你认识他们感情好吗？一定认识，应该认得戏里面的名字。所以你在剧中演的是什么样的人？叫高雅文，就是一个比较刁钻的千金大小姐，被观众恨的那种吗？对，被讨厌。你的样子很适合演坏女人，谢谢。你可以，你这是在称赞人家吗？是啊，你可以用很流利的台语骂人吗？可能要就是要练啦，因为我是小时候会讲台语。你可以用台语对小 S， 就用你剧中的身份讲说，你以为你长这样子就很了不起吗？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哇，精彩！哇，那小 S 不会生气。你要用台语回骂哦。对，好。你俩尊公，你家给我了不起啊？你根本就无啥，你想法是今麦就甲出去啊？不，你是什么？对戏，不用啊！你只有这两个字吗？还有更多？不，下面我比走，我根本就是穷鬼。穷鬼？什么？你根本就是最尾巴的吗？我根本就是最美。穷鬼呀！熊睡了，熊睡了，熊妹，哦，熊妹，是熊，熊妹，熊最尾，他这么谦虚，承认自己是最尾。楼凌晨遭路人恶言相向，显微成变军师指导。第一眼是坏人，那个路人会不会太投入？会啊，常常有人路人就会看到说，哎，可以拍杂货，拍杂货的。然后有人就会去我的粉丝团留言，你怎么这么讨厌？然后没大没小，不要让我看到，我见一次打一次。那其实你可以吓路人哎，然后他们说，嘿，拍杂货，你就讲，瞎拍。谁派？谁派？龙小姐，所以你现在走去菜市场，就大家都叫出你剧中的名字。对，叫剧里面。然后最红的还是那个千金大小姐的名字。可是万一你演是坏人，那个路人会不会太投入？会啊，常常有人路人就会看到说，哎，要拍杂报，拍杂报的。然后有人就会去我的粉丝团留言，就说你怎么这么讨厌？然后没大没小。不要让我看到，我见一次打一次。哎呦，那你可以，其实可以，你可以吓路人呢。然后他们说黑派杂布，你就这样，小派，谁派？谁派？谁派？不然怎么讲？谁坏怎么讲？像他派。像看派啊，就是要你看看谁厉害的意思，是不是？好厉害！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讲的，我的意思是说谁坏了，谁坏了？你在讲谁坏？对，有这句吗？哇，好难哦。是像。是相派，是相派，是相派。要不要换一句？因为最近没有什么气势的。刘廷晨，你在当演员之前有当过别的吗？没有哎。你一出道就是演员？我一出道是唱歌。我们有先组一个女子团体。哪一个团体 ？GIA。GIA 有来上过康熙吗？另外三个有，但我没有来过。哇，耍大牌吗？不是，是因为。因为我不是千金小姐，然后那一集你们是要千金小姐来说，哇，他们家好委屈，我们竟然排挤不是千金小姐。对，我记得那个团，我记得那个团，就是小 S 有说以后再找我，另外找我来上这样。这过了多久才找你来上？就是八年了吗？几年了？可是当时怎么会有一个以千金小姐？小姐，你是把人家恭喜啊？你恭喜谁呀？嘴味啊！好，还有一个女生没有转过来的，那一定就是你们说还有一个是李相凌，对不对？对。所以李相凌转过来吧。你不要笑，让我看看有没有笑的意思。导演，他不笑的时候有笑的样子吗？讲实在的啦，就。第一眼看的感觉的话是没有雨熙讨喜，对对，但是就是他的他有杀气，有除了脸上看起来有杀气之外，你本人是有杀气的吗？对，本人就是有杀气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聊你有杀气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想说，对，老娘就是有杀气吗？好，刚刚在心里想
你看他心想就是这样吗？就是说，对啊，我本来就没有很好相处，真的。我觉得杀气是国中的时候练跆拳道练出来的。哦，你是因为会跆拳道的，对， okay, 时常要对练，要杀了对方，所以都会很有气势这样。所以演艺圈跟你合作的导演们也都是看重这一点吗？嗯，没有，我第一部戏是演千金大小姐。就是一个气质又叛逆的千金大小姐，很适合她现在的样子。是主角吗？是主要角色。OK， 所以你演过主角了。我觉得我的戏份应该算都是女二。女二。嗯。那你在哪一区行动的时候会被叫出来？我平常出门都很邋遢，所以不太容易被认出来。所以你没有那种在街上被要求合照或签名的事？很少。Okay, 请问前排三位妹妹自己彼此认识吗？没有合作过。对，是哦。然后也都互相没有见过作品吗？哦，我知道翻糖花园。你知道翻糖花园？我知道原来是美男。你们都没有在看风水世家？妈妈有看，她可能是你们里面知名度最高的。对，对。哎，那请问有一个病人，然后在头上缠纱布，那是？那个很经典，那是哪一出戏啊？是。钟嘉珍妈妈是你们的戏吗？是我们的戏。请问剧情是什么样？我没有看，可是他就是说他头受伤了，然后他的那个纱布把它缠成长方形，对，就是感觉里面是头发，然后就缠那么高，然后是包这里，就他包在头发上。然后网友就会说他到底是头受了什么样的伤，需要包成这样？他在护发是不是？躺的时候，然后纱布被弄起来。你在现场吗？你有看那场？我没有在现场，但是我有看。应该看起来是那样子啦，然后就是没有喊咖继续演。对啊，李香玲，你在演艺圈有封号吗？刚开始的时候是以小泉智贤为封号。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有模仿全智贤。在哪里模仿？就是在采访的时候。啊？因为采访的时候怎么模仿？就是就直对着镜头就说主持人。就是野蛮女友那时候还是对野蛮女友，然后星星我也有上一些节目，就是去模仿全智贤。所以模仿野蛮女友的全智贤是刚刚那样，就是凶。对对对对。那星星的全智贤要怎么模？我有点忘了。我以为你在酝酿。好专业。好，还有两个男生没有转过来，请问来过康熙两次的那位举手好吗？所以他一转过来，我们就会认得他才对。他背上好像写了王凯吧？他背上有写字哦。我是觉得有，蛮明显的，有王凯的感觉。他应该叫王凯，对不对？所以洪家克，请你转过来好吗？你是王凯吧？我是王凯。你来过康熙？我来过，可是两次都是因为是别人的好朋友，然后还有那个。Jeff 大哥公司的那个员工吗？对，你出道多久？13年。13年？对。你在做什么？我就一直默默在拍戏啊。好像他演的第一出戏很红哎。哪一出？薰衣草。你说是许绍洋那一部吗？所以你知道？嗯，很红哎。薰衣草红了，然后就没有了吗？其实那时候因为我年纪还小，我拍薰衣草的时候只有18岁，然后戏就红了，然后那时候薰衣草在内地的口碑也不错，那我很早其实就去内地了。嗯，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偶像剧正兴盛，所以新人辈出，那我又那么早去内地去待了5到8个月，后来之后台湾的新人就出来很多了，所以就等于是蛮吃亏的，无法卡位了，是不是？对对对。所以你离开台湾的时候，台湾出来的新人是哪些啊？霍建华，然后曾元畅，哦，然后很多人，彭于晏都是在那一起。所以你其实是前辈哈。对，是前辈，也没有算前辈啊。其实我跟韩一邦，其实对他跟我认识最久。对，我的人生的第一部戏就是跟大家有杨宁一起拍的。对 ，OK。然后其实我们这一部《雨后骄阳》这部戏的后半段男主角是他。哇，嗯，所以你应该，那你现在不是超红吗？他现在很红，嗯，就还你先请坐吧。其实我蛮想看的时候已经感觉蛮酸的。你也太失快了吧你。我也跟包大哥合作过啊，有，对，是一个非常小的配角。哪一出？那个《爱就在一起》，杨丞琳跟汪东城。所以我一直演他们老板了，
对，所以你没有演到主角也接哦。没有，我都是演主角的长辈，上司，上司，上司，就是鸽子辈的。你有挣扎过说你希望跟他们演平辈吗？你跟杨丞琳谈恋爱吗？刚刚那个大小姐，我觉得是蛮难的。李湘琳展现韩国人气势，小 S 质疑谢谢回答。你会用韩语很凶的瞄小 S 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给我滚出去！拿出全世界的气势。韩文呢？高不进吗？高脚。回回。扛上回答。出现，真的蛮痴心的。还有一位，所以我们只剩下许腾芳了嘛？他必须是许腾芳。可是他背影实在是不像许腾芳。他像吗？他背影，所以你还要他还像楼廷成吗？不然也至少也是唯一，怎么可能是许腾芳 ？OK， 许腾芳，你转过来吧。康来。对，多年前上过看我哥有台的节目哦，然后呢，当时你是广告明星吗？是，我好像在广告也常看到你。你拍多少？你拍多少广告？主角少说三五十吧。你也是主角？有演过主角，但主要还是以男二为主。主角是哪一部？没有播。没有播。没有播。它是一个网络剧，所以真正有播的第一出戏是演配角，是小资女孩向前冲，小资女孩向前冲，蛮红的，是。所以你们都看过她吗？看过，然后也叫不出名字。所以你最常被叫的名字是什么名字？保罗，因为我小资女孩向前冲的戏名叫保罗。然后第二部戏，罗斯小姐要出嫁，里面的戏名比较特别。叫关圣君，叫关圣帝君，所以在路上大家就哎，关圣君的圣君，哎，保罗的保罗，这两出戏都算蛮红的，是红的戏啊。你出道应该不久吧？正式拍戏第一部戏是《小资女孩》，那是两年吗？快四年了。四年是，所以四年虽然我觉得对新人来讲是不久，可是在人生来讲是很久，是重要的时期。两个四年就八年去掉。戏剧就是有点吃亏，因为戏剧都会剧中红，里面剧名红，名字红，但是本人都不知道。然后一个剧红了，你也不知道红的是其中哪一个人，谁是，所以容易给人家错觉，是误会，然后继续待在这这样。你是劝他，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好，欢迎各位，请坐。王凯，我们准备了你之前来康熙的画面。好，有点尴尬，因为我们自己也想回忆一下，我们怎么会完全不记得你来过。我们今天也请到肖淑萱的朋友，一个是跟他一起演戏的王建龙，欢迎王建龙。你好，徐丽姐。你跟肖淑萱演什么戏？内地的一部戏叫《麻辣女友》。麻辣女友，对，她是那个麻辣的女友吗？她是，没错。哦、OK。今天有他的员工在，所以我们可以问他们哈。有芊芊还有小花，欢迎。这两位是你公司的？应该有一个是哦。小龙，小龙是。就是安钧璨走了之后换他，是不是？对，没有，不是换我了。你以前也是偶的位置比较高啦。你以前也是偶像团体吗？我以前不是偶，但是我拍过戏。因为你长得也不是一般的路人哎。哎呦，你长得好像还有一点点姿色在哎。不要这样子 ，S 姐，感谢你。当时有称赞他哎。对啊。那现在你干嘛不称赞？因为当时好像比较值得称赞。好像值得称赞，对。现在好像。是太瘦还是什么的？那我先走了。而且你来两次都用不同的名字耶。没有啊，因为我本名叫王建龙，然后小龙其实是私底下大家私底下我们叫小龙。所以 Junior 王凯跟你同期我认识很久。你觉得你跟他谁的演艺生涯比较累？境遇比较辛苦。我其实他一直以来都在拍戏，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会蛮羡慕他的。然后我当然戏，我觉得你根本讨厌我。没有，你知道我刚才做第一部戏的时候啊，我被他打巴掌啊，他就给我来真的，我发誓他用吃奶的力量在打。可是其实没必要。你为什么要讨厌他？不是讨厌就好玩，因为那场戏我们就说，哎，我等一下过来要很惊讶，然后我会给你一巴掌。他说好，543我就助跑。这个剧大概从我这边到。
那个楼亭城那边那个剧，我就跑过去，然后跳起来，啪一巴掌，而且他还给我拉弓，那个拉那个收音师凤嗓都抖一下，就是那时候感情很好啊，常常就会这样玩，所以后来就维持当朋友，就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只是就走不同。我后来走综艺，我后来先发唱片，然后走综艺，他就一直在拍戏，然后他中间就让他讲，他去了大陆一段时间，嗯，然后那时候我跟杨颖都觉得哇，你去内地赚大钱了，就。他回来跟我说，好像有部分钱也没收到什么之类的，就蛮惨。所以你们等于现在要靠同一部戏再重新站起来，哎，是希望并没有倒下去，对啊，前一阵子比较那个，就比较没有代表作，是。然后后面他接手我们这边的男主，他演的其实也很好。听说他有引起过轰动，就是整条街的人都为你而来围观哦。不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刚刚讲，我去内地拍戏的时候，那因为薰衣草刚播完，是。所以你是在哪里引起轰动？在大连。大连。对。去做什么？我去做脚底按摩，然后后来是在一个街上，然后做脚底按摩的妹妹认出我，然后认出我之后，她可能就跑去跟其他按脚小妹妹讲，然后就跑去跟邻居左邻右舍讲这样，然后后来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外面的人满为患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后来是我们公司的人要拨开很多人，然后我才能走出去，对，在那一段时刻，我顿时觉得我自己是国际巨星，但过完那时刻，我就觉得啊，路人。对，所以那天很爽吧？还蛮开心的啊，其实是脚底按摩的爽吗？拨开人脚的爽，都爽啊，都爽。对，请问妹妹当中有一位会跆拳的是哪位？我。哦，所以你等一下表演跆拳是认真的吗？对啊，我要踢板子。啊？踢板子？板子是板子是真的吗？对，木头板。不是宝丽龙涂成咖啡色，你要皮皮卡吗？刚那一段我好紧张，有点流汗哎。你要不要让人家表演？像你那，你要去换衣服对不对？对。好，我们先送你去换衣服。好。四位男士当中有一位是要表演一个比较有动作的，是什么？哦，我毛利人的战舞。你有在练哦？我以前在纽西兰待过一阵子，然后跟他们打橄榄球，哇，就认识，就学会，觉得那个战舞很帅。那你需要换衣服吗？啊，不用。所以现在这样就可以表演？可以，可以，可以。好，那腾芳麻烦你哈。好，谢谢。卡希切，卡希切 ，Come on！Put your flags up in the sky. Oh, come on, Matego.我要请你发表观后感言。这是真的吗？你说当地的人真的跳一模一样的舞吗？他们所有的纽西兰橄榄球队出过比赛，一定会表演这个。然后舌头真的会这样子？会，很酷。你喜欢最后那个表情吗？因为他咬很紧哎。是毛利的图腾，他们就是一个鸟，那个表情。对，我其实因为我去纽西兰的时候，他们我有机会看到这个表演，然后。他们是吐舌头的时候有特别的要求吗？就是好像要把它反折的，不要咬住。他们尽量把它撑到最底 ，OK， 然后咬住那个尾巴，对不对？对，他们就是要吓人的感觉，很凶。Oh. 然后你眼睛要撑很大，很大的，像这种感觉，很像我爸喝醉的时候。就好玩了，娱乐大家而已。不过你表演得很投入，谢谢你的表演。陈雨希输人不出阵，用日文对呛小 S。怎么办？我觉得跟他们两边的那两个女生这样会被观众记得，我们好像对不起中间的。但你要不要讲一个外语？こんにちは、我たちはルルです。哦，你是日文。嗯，我学了一点。可以骂他吗？你就试着骂我几句，用日文。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刘廷成，如果康熙请所有演坏女人的演员聚在一起，你会赢吗？
我不会吧，我很弱。可是你刚刚骂我那段骂的还蛮狠的、啊。真的不行，我要封杀你。Sorry。你到时候也只会用国语讲这句话。台语试试看，我要封杀你。立一熬买来熊外这波，这波基本姐妹是吧？可爱。好，我们要看跆拳道了。好。OK 哈，厉害。所以这三个男生你最喜欢谁？他们应该都没有吓死吧？好，谢谢你的表演，请坐。这样的女生，你会真的教她演武打的戏吗？我是认识很就是相处合作久了才知道她会跆拳道，不然她从外表是完全分辨不出来。是，她有哪一点像是？对，顶多会是像练太极或醉拳那种。醉拳。对啊。所以得知她会跆拳道之后，以后的戏路你会帮她拓宽吗？就已经来不及，快拍完了。你这样会韩文，是因为你的外形，然后你被送去学韩文，还是你本来就会韩文？我大学的时候在韩国交换学生，哇，所以你可以流利的韩文哦，现在可以啊，可以聊天啊。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감사합니다。对。好流利哦。还有吗？还有另外一个不方便讲。所以你会。好了，还有。你会用韩语很凶的瞄小 S 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给我滚出去吗？”哎，哦，韩文拿出全智贤的气势。韩文哦，嗯，哦好，三二一，来。我嘎不进嘛，高脚。回。考上哈密达。跟我一样吧。有点多看两出戏，你算是蛮痴心的人，就是。今天一直被骂，为什么？会韩文这件事情有没有帮助啊？我第一部《翻糖花园》就是彩姐她希望可以讲韩文的，然后我们还有到韩国拍摄，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是搭配是那个 WS501的朴正明，所以就是需要韩文的对话，那时候还蛮有用的。怎么办？我觉得今天他们两边的那两个女生这样会被观众记得耶，我们好像对很对不起中间那个。嗯，那你要不要讲一个外语？大概好，嗯。こんにちは，我在学校绿绿的。哦，你是日文啊？嗯，我学了一点日文。可以骂他吗？日文其实没有什么骂，就是他没有难听的话，你就试着骂我几句用日文，就说笨蛋就好了。什么奈得啊自己得？什么？就是不要碰我，滚开的意思。羞羞！大哥好！羞羞还更狠哦，妈！我知道啊，你好凶啊！你日语倒是学会最严重级的吗？他们今天来过了。下一次来你会记得是谁？我会记得那个讲韩文的女生李湘玲。嗯，王凯。王凯，你不要这么有把握，万一你到时候有，对我应该会哭吧？因为王凯他整个脸现在变得很好记。对呀，就是很窄。我觉得他气质也变好，变好很多。那时候真的气质吗？对，那时候头发浪子头那种。他那个时候真的，一看就像在夜店那样。现在流行的东西不一样。说刚刚以夜店公关这边出现，看那个 VCR 小龙的，我会觉得现在这样子，我就会想要找他来拍戏。那个时候就不会，对，会不同。那个时候真的就看起来就是蛮讨厌的，讨厌的，土土的啦，真的。可是他现在还是有一种流氓气耶。啊，他现在还是有一种流氓气。但是现在流氓气看起来就是人家会认同。比如说李罗，他看起来也是兄弟气，但是你会看起来觉得是亲近的，哎，嗯。那个时候看起来就是，哇靠，哪来的那个杂毛小鬼这样子？对。所以我现在我就觉得他这样蛮好的。你们导演真的都很做自己，就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而且你是不是很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导演，你非得要卷那个东西？不是，因为一开始录影的时候，人家给我了，我以为大家都有。带上节目啊！他就是很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导演 ，OK？ 没有这个意思啊！那我这集要结束，你要喊卡吗？哦，没，我让给你啊！没有，不用你喊卡，我们就结束。好卡，好了，结束吧。